你好，欢迎收看科技新闻线，带您掌握三 C 生活不断电。我是李星云。现在每一个人呐、在生活当中都离不开手机，离不开电脑，也离不开网络。不知道各位观众知不知道，短短的一分钟之内，到底有多少的讯息被发送出去呢？有这么多的讯息都被发送出去了，不知道各位观众有没有注意好你的资讯安全问题呢？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到了专家带您一起来讨论。首先呢，第一位专家就为您请到的是三 C 的科技达人阿辉。阿辉你好。徐云好，各位观众好。好，第二位则是三 C 的游戏达人 Tommy 你好。大家好。好，我想先请教一下 Tommy 啦，一天当中你花多少的时间在电子的三 C 产品上面？哇，除了睡觉以外，应该上厕所啊、吃饭啊，都应该在花在这个时间。上厕所就这样，然后吃饭就这样，这基本上一天至少16个小时以上。一天才24个小时，你大概花16个小时。因为我平常的工作就是获得很多的讯息，然后回馈很多的讯息出去。哇，所以说你看，你就连吃饭只差洗澡了，因为手机不能碰水了。洗澡，我最近想要换那个 S 牌的那个防水手机。所以你洗澡也想要有就是了。我就洗澡可以一边听歌，然后一边就回，然后抹一抹这样子。拍照拍照，拍照就暂时不要了。哦，可是啊，就是因为你看，就像这种 Tommy 是重度的手机使用者，所以让手机的 APP 下载量现在也成为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了。今天第一则新闻就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在这个了，这 Google Play 的部分竟然已经首次超越了 APP Store 的一个下载量，而且啊，这个差距竟然还高达了多少呢？竟然是高达了11%左右的一个水准，只不过啊，在 APP 的收益上面，这 App Store 似乎还是领先比较多，这苹果还是比较赚的，领先了2.3倍，可见苹果的吸金能力仍然是比较厉害的。但是大家都会想，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呢？阿辉，我想分两块来看，一个是今年大概等于是今年正式，刚刚西宇讲，正式它超过了 App Store 的它的整个下载量。那这个我可以简单来说，就是因为 Apple 其实每年出一款手机嘛，但是它其实目前市场来讲，除了 Apple 之外，其他几乎都是 Android 的市场。所以尤其包括像以这几年来看的话，新兴市场像巴西，他们整个使用手机的使用量近年的算非常大的提升，好，这部分在 Android 的占有率就会逐年提高，所以也算是大家可预见的未来已经到达，就是量已经超越了 App Store 这样子。然后如果说像说整个吸金能力的话，只是 Apple 以我们目前来看啊，在苹果部分的使用者，他们的购买能力还是比较高。OK， 可以这样来说。所以因为毕竟它出的是高阶的手机嘛，所以可能在整个口袋的部分比较深一些，购买能力会比较高一些，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子的差异啦。只不过其实我们发现有这样子的差异呢，其实大家也都会觉得说，哇，怎么会差这么多？这光是在游戏下载量的部分，没有想到这个 App Store 就已经是将近40%，这收益占比是高达了70%，而在 Google Play 的部分，这游戏下载量的占比只有40%，但是收益占比大概有高达80%左右的水准，所以简单的来说啦，就是 App Store 的收益大概是 Google Play 的2.3倍。刚阿辉也是帮我们解释了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。那今天呢，第二则就是大家都会想啦，现在大家都很喜欢下载这 APP 嘛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短短的一分钟之内有多少的讯息被发送出去呢？其实啊，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网站就做了这么样子一个图表呢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显示在短短的一分钟之内，到底有多少的资讯被发送出去，其中是包含了在有多少简讯被发出，有多少的照片被浏览，同时在脸书按赞的次数也非常的高，竟然高含了180万个。哇，这感觉起来真的是好多，而且在 Google 搜寻的部分高达200万笔，在发送 email 的部分，您敢相信吗？才短短的一分钟竟然有2亿400万则，这数字是不是有点太 over 了？聪明你怎么看，可信吗？我觉得是可信的，但是我相信90%以上都是垃圾邮件。对，因为我一天信件，因为我个人一天大概会有150封的邮件，大概里面大概有50%都是垃圾邮件。声音做好大哦。因为现在我名片到处发，然后那个各自就到处被，我们大家要谈到各自名片到处发，所以我的邮件就一大堆，然后常常就一些莫名其妙的垃圾邮件就进来了。那还好，垃圾邮件是叫我去上课啊那种的，还好。
所以说其实信件的部分你也是一天大概会收到超过上百通嘛。那其他的呢，你看在 Google 搜寻的部分竟然高达200万笔，脸书光按赞一分钟全世界加起来有180万个赞，这会不会也很 over 啊？你觉得呢？其实我觉得还好啊，因为如果那个现在的这种这种智慧型装置的发展趋势，这未来只会更多不会更少。因为你想想看，我们每个人人手一机的时候，永远一直都是在上网，一直在发讯息。这个未来只会更多，不会更少。我觉得我对这个数字并不讶异，我反而是还觉得太少了。你反而觉得这些数字还太少？一分钟，全世界有几亿人口。对，那你看，180万人才占几亿人口的几百分、几千分之一而已。对，我觉得还是太少了。那阿辉，你觉得这几个数字，你有没有觉得比较？不真实的，有一点浮夸的，还是你觉得有低估的呢？其实我觉得甚至还更高，像那个照片分享啊，其实现在甚至更多，而且有些会比较富，有些会比较混合，這個、对。可是他说有216000张哎。对，但是现在因为手机越来越多啊，甚至我现在预设很多是我拍完照我就直接上传到我 Facebook，甚至到我的 Google Plus， 那是全自动的。所以其实有些数据没有做出来，像说 Facebook 的照片分享，像是 Google Plus 的上传，其实这个也是各家厂商重点。那这个数量真的只会越来越大，像Tony这样讲。OK， 所以在数字部分很可能都是越来越大。我觉得都还起，在台，我觉得太保守了，太保守了，太保守了，真的确实是啦。现在大家买个咖啡，就发现咖啡店人很多，也要上传一下。没错，这个公车很挤，也要照一下。这天气很美，这黄昏了，这日落很漂亮，大家都要照个相嘛，把它 po 在 Facebook 上。昨天晚上那个红色的云，我大概我自己的 Facebook 就五个朋友把红色的云 po 火烧云嘛。我也有照。所以这难怪了，难怪会现在有这么多的照片都出现在外面了。只不过啊，其实在上传 YouTube 的一个总长度也是高达了72小时，而在 Skype 聊天的一个分钟数的部分也高达了140万分钟，就可见现在资讯真的是离不开人们的生活。好，那今天呢，在第三则讯息的部分要带大家了解是什么呢？刚刚我们已经是关心到了，哇，好多的资讯现在全部放到网络上了。那现在让资讯安全的问题也慢慢被重视啦，而且以前电脑中毒多半都是这些骇客想要炫耀他们真的非常的厉害，你看就制造了一个病毒在你的电脑里面瘫痪你的电脑。但现在的骇客已经是不一样了，他现在是不断的从你的电脑里面偷东西哦，心态上面也有一些转换，对不对？阿辉，我想现在已经不是说过去很简单破坏你电脑，或是早期会有所谓僵尸电脑攻击行为，现在简单就是他要你个资，而且个资很多是直接跟金钱有关系，像说很简单，他可能要偷像西语的你的像你的账号密码。像你的信用卡号码，他就直接从那边做偷取动作。好贼哦，到底怎么办到的？ Tommy 有没有这个密码被害过的经验啊？我个人是密码被盗没有，但是我常之前在网络上常乱download东西的时候，常常有那个木，谁叫你乱download？不知情的木马程式，那时候还没有一定的那种防范的措施嘛，所以说会去download一些免费的游戏啊，所以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千万不要去download，免费永远是最贵的，他永远都是要去窃取你的某一些的东西，很痛哦，很痛哦，所以是要付出代价就是了。我记得高中的时候就里面就发现那个木马程式，然后整个我们那时候就是整个 format 掉我们的哈迪，然后整个再重灌这样子。哇，这代价可真不小。所以说免费的永远是最贵的，就是。那3C达人阿辉可不可以告诉我们，到底有没有什么防范的方法？我想最都是要小心啊，当然有些注意事项可以建议观众朋友，像说最常见，因为像其实现在最大问题是防毒软体是一定要装，但是其实很多时候是不是防毒软体可以帮你挡的，就是你自己的疏忽或是不小心。像我们说很常见一个叫社交攻击的手法，就是说它密码很简单，现在不用中毒，不用破解，我甚至可以猜到。也许搞不好这才要西语的密码，因为很多人会用你的出生年月日，用电话号码就当密码、你根本就讲中我心坎里啊！我想说你就不用讲就好了、啊。对，但是这个是很常，大部分人都很常见啊，甚至以往过去我有用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就你就根本不用破解了嘛。我看到阿辉账号，我可能就用甚至我这边 Facebook 上面写出生年月日，打进去又是密码，很常见的情况啊。啊，这没办法挡了，而且。所以说阿辉先提醒各位观众，第一个就是自己的密码绝对不要用自己的出生年月日，也不要用手机号码，家里电话最好也不要用，这会比较容易猜到。对，阿辉也带来7个防范的方法，对不对？帮我们一一做个解释吧。像最简单，像第一个是密码安全部分，像密码很简单，还有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你的密码安全，我们叫密码安全性不要太低，最简单的像不要低于8个字母，
然后最好有英文跟数字混合在一起。是不是现在还流行大小写要切换？对对对，不过我还是要提醒观众朋友，就是有时候密码设得太复杂，我自己忘记的话也不太好啦。所以这是安全性问题，相对安全的。然后再就是，如果说你可以的话，也许固定这一定时间更换密码。对，也许像换个女朋友就换个密码好了，这是一个举例，这是举例比较不好了。真的。Tony 好像有要有这样的心得。所以是 Tony 是感同身受就是了。人心隔肚皮嘛，不知道。是的，我是倒是有朋友有这样，就是男女朋友分手之后，然后就是前任的把他就是进入他的 mail 啊里面，然后把他一些私人的东西这样散发出去，这是我倒是有听说了。对啊，这个是比较闲的部分，但是我还是比较倾向就是这是容易猜到的啦，Tony可误会了。OK， 那还有像是第二个就是有点符合Tony讲的，这个公共的 WiFi 很多都是免钱的，就是最贵的，要特别的小心。对对对，我想二三我们大家一起看，就是公共 WiFi 跟所谓的网址正确性，这就是说我们所谓的钓鱼网站，最简单的像说我们可能会上银行网站，像中信多好，像。国外世华，你可能到网站上做线上转账，但是你有想到有一天你上网之后，国外世华可能不是国外世华，可能是我开的假网站，啊，就有这种情况，做到这么厉害、啊，对，而且甚至你今天如果在外面的时候，像你是星巴克，你看到哎、欸、有一个无线机台叫 Free IP， 啊，你无线免费的机台连上去真的可以上网，但是你可能就是有可能会有这样风险存在，对，然后可能一个提醒建议一个观众朋友，像说那个正确网址的部分哦，你可以在输入网址的时候，现在浏览器都有功能，你的网址上面会有用绿色或用红色标出来它安全性，如果绿色的话，它相对是比较安全的，像是 Facebook， 像是各个大银行的网站都会有这样的检查措施，绿色的，所以还是 check 一下这个灯号，就是，对对对，或是防毒软体也会有这，现在也大部分防毒软体也会有这个检查网址，然后重点密码那一块是尽量用虚拟键盘去把那些重点的是按出来，这也是很大的虚拟键盘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在输入，在我登国外世华银行的时候，它会有个小小的萤幕键盘跳出来，你在上面用滑鼠按的，因为它位置不一样，一般我们排什么1234567890，对，它会变成1357890，它是比较乱的，因为这样骇客的程式就没有办法追踪到你在键盘上面 key 的那个位置，避免键盘记录器的情况发生。这样子 OK， 那接下来这几点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？另外就是像说垃圾邮件啊，像垃圾邮件有时候也要注意。天，像Tony讲到免费午餐最贵啦，所以有时候你如果来信的时候发现，哎、欸，你的 PayPal、你的网络银行有什么防范措施之后，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它的网址，有可能是假的。然后很多那种什么，你有以大米遗产啊，然后什么那种、那個、大米遗产、哦，那个太戏剧性了吧？哇、哦，那个很大的那种非洲的那种。这个Tony哥身价比较高，可能比较有这个问题、啊。不是，因为我的名片常常在国外的展览会留着，其实我的个资全世界都很多都可以看到。他会 mail 进来说啊，我是一个什么非洲的王子，但是我今天继承一个遗产，我没有机票回那个。如果你会给我1000块美金，我会未来给你100万美金这种。我接了好几封。哇哦，所以说现在真的网络世界无奇不有哎，而且还跨国的犯罪哎，所以我们今天也是提供了一些要养成安全使用的好习惯，提供给大家了。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进到广告，广告之后带你来看到则是让你伤透脑筋的 APP 手机游戏，马上回来。